张家界不仅有现实版阿凡达世界，还有孙大圣当年走过的绝美仙境。趁着国庆假期，快来这里玩吧，能让你感受中西合璧的绝美盛景。嘿，朋友们，还记得电影《阿凡达》里的哈利路亚山吗？据了解，电影《阿凡达》中潘多拉星球中的大量原型来源于张家界群山，其中南天一柱就成为哈利路亚山及悬浮山的原型，在其中游览仿佛置身奇幻电影，乘坐百龙电梯穿梭奇峰怪石间，惊险刺激。在张家界还能重温大圣当年走过的取经之路，在大名鼎鼎的金鞭溪看看拍摄三打白骨精的取景地。快来张家界感受中西合璧的文化魅力吧。